期的头痛又出现，大概会持续到几天，于是又回到了起点。这周的第几次失眠，症状一遍又一遍的即兴上演，黑夜到白天的寂静撕裂理智线。灵魂伴随着光线穿透了缝隙，从窗帘我看见星空在闪面，触动着尘封的画面，灵感在涌现，不断的不断的破坏重建，理性与感性的彻夜纠结没终点。 So play the song。历经世纪的突围，砸踏着一落下反坠，撕开了身上的标签，闭上眼按下了 reset， 灵魂在下坠，所有感受都停止使用，在这个时间点里没有对错， I think so。